师傅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？大概就像在心里安了台爆米花机。听起来很香啊。每当那个人路过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咕噜咕噜作响。倘若那个人看你一眼，那你的世界就会砰的一声炸开，然后心里满满的都是甜甜香香的爆米花了。